我只是一个想要消灭邪恶的英雄，晋升 A 级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我的能力，快看，林出现了。我是能看穿罪恶的英雄，炎庆。整天除了宅在家打电动、看魔法少女，你还会干什么？臭老哥，快给我去工作！我早就不能了。在他消失的五年里，这个城市是我在守护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